不管是大人小孩，人手一杯，双手摇不停。原本以为只是饮料广告，却跌破外界眼镜。日本知名乌龙面连锁店16号正式于国内推出新产品，打破过往对乌龙面的想象，发挥创意，融合手摇杯概念，增加食用时的乐趣。杯状设计不止吸睛，外出也方便携带，能够放在车内杯架上的造型，不怕吃到一半没地方放，搞得满身狼狈。官方建议最理想的摇晃次数是20次，打开杯盖后就能在夏日炎热的季节享受清爽口感。除了配合换季外，也嗅到商机，看准未来趋势。摇摇杯乌龙面目前推行5款口味，平均一杯售价390日元，约台币90元。虽然目前仅在日本国内推行，但创意十足的点子已经引爆舆论热议。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。